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耀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肌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波鸿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蔚老师，欢迎曲老师。胡磊涂老师，欢迎。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几位老师的人生智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具体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4年了，因为我比他大几岁，所以我可能想的是比他要复杂一些，结婚并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只要我们俩感情好，什么都可以克服，没有他说的那么可怕。我近期更换了工作，而且收入也低了很多。他之前的工作天天喝酒，喝完酒丢三落四，所以我才想让他换工作的。我现在只想让他多理解一下生活的艰辛，他都不理解。爱情战胜得了生活中的琐碎吗？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掌声有请。张先生25岁，来自上海销售，有请小张，有请。马女士22岁，来自上海待业，有请小马，有请。欢迎两位啊！看这个小片的意思是你想结婚了，是吧？对。啊，你大概觉得结婚的还没准备的特别充分，对，是这意思吧？对。你们俩谈了多久恋爱了？3-4年。你乐了哈？那么着急结婚啊？22岁。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间也挺久的，感情也挺好的，然后我觉得可以结婚。这资料上面写的你现在待业。我是刚毕业。就现在还没工作呢，是吧？对。是准备结了婚再工作，还是结了婚咱也不工作了？工作倒。感情好不好？感情好。感情好就结了呗。关键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去年我们因为婚房闹过不开心。这个不开心到多大程度呢？吵到分手了。那我们听听这个婚房什么样的问题就闹到分手啊？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现在其实是有房的，但是比较远一点啊，房子也不算太大。然后呢，他们家觉得住得近一点会比较好，所以说想在他们家的附近，车程在20分钟左右啊，买一套房子结婚用。但是现在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下子如果买这么一套房子的话，可能经济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家的意思是，因为家里之后会有一套老房子要动迁，动迁以后把这个钱怼出来，然后再去买一套新的房子当婚房。对，但是这个周期可能比较久，然后女方那边就有点意见。后来怎么达成了共识了呢？后来我们协商了一下嘛，先买一个小一点的过渡嘛。不是有房子吗？因为这个郊区的公里就是大概要30多公里，如果我回去的话，就是家长来看的话也不是很方便。哎呀，你女朋友应该在家里是个挺娇的女孩吧？对，听她说话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意思是结了婚以后，看来父母也需要常来照顾，是这意思吧？不是常来照顾，就是常探望一下嘛。那不是常就是常来照顾吗？不会，因为就是结婚，然后隔了很远，然后就是很久不见嘛。不会啊，你每周末都可以回去啊，1个小时的路程算什么呀？这么年轻啊，接着说吧，反正你们就因为房子的事还闹过分手。对，最后反正还是你们家妥协了，是这意思吧？对。啊，钱从哪儿来？父母出。行吧，说你女朋友吧。因为小姑娘比较娇生惯养嘛。然后在家里面也是双手不沾阳春水的。像我们平时出去旅游回来，去个1周左右，飞机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她也不会想着帮忙把衣服放进洗衣机一起洗一洗啊，或者理一理。会用洗衣机吗？是会用还是不会用啊？我真的不会。是不会。那做饭什么就别提了是吧？对。然后我做饭。不过他是心血来潮，
因为现在就是网络很发达嘛，啊，他可能网上看到一些很简单的菜谱，他也突然想吃，他就会自己很开心的烧点菜。但是我吃完以后面临的就是一厨房间的脏碗、脏锅子，还有就是灶台，都是油。哦，我明白了，就是他们说的那种做完之后那厨房就像被轰炸过一样。我个人觉得会不会干家务哈，反正可以学嘛，只要感情好就行嘛，这也并不是一个说你现在不想跟人结婚的一个理由嘛。还有别的理由吗，小子？我这边其实就是觉得结婚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哦，那你给我们说说复杂性呗。首先像婚礼酒水这种东西肯定是要看一个性价比啊，但是可能他那边比较感性一点，他会觉得结婚很简单，我们两个人拿着10块钱到民政局领本结婚证，这就是结婚了。这不就是结婚了吗？但是对啊，我还是觉得结婚是比较要讲究形式的。哎呀，你没钱就不办嘛，就是，有钱就办嘛。你就是扭扭捏捏啊。也不是说扭扭捏捏，我觉得就是结婚人一辈子一次嘛，必须隆重一点。哎，但是我看你现在强调的是钱的问题嘛，但是我看这个小片里你现在不是有什么辞职换工作了，干嘛呢？干嘛辞职啊换工作呀，就是为什么那个？对，因为我之前做的是金融行业，销售类的，他没有很稳定的休息时间，可能有时候下班要陪客户吃饭啊，虽然说收入会高一点，但是对他来说，因为我要喝酒嘛，他会觉得喝酒特别耽误我们两个，有时候喝多了他还要照顾我。这种常喝多吗？这小子经常喝多，而且很爱喝酒，经常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出去喝酒啊什么的。那这跟工作没关系啊？有一部分是因为工作，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那喝酒闹酒吗？一喝多就喜欢把身上的东西往地上一扔，项链呢，手机都丢了，我就在屁股后面跟着捡。徐总晚上请他喝酒啊？你介意他这个吗？挺介意的，喝酒这个事情。哦，我女朋友她特别喜欢在家里面宅着，或者我们两个人出去。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呢，都是比较喜欢到双休日出来聚一聚啊这种。哦。包括她说的丢项链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朋友要聚会，那天本来就是我跟她有点不开心，是因为她说她不舒服不想去。然后去了以后呢，喝完酒以后朋友那边有点不开心了，吵起来，我们劝架才掉的，也不是准确因为我喝酒才掉的。行吧，反正你这个爱喝酒这习惯这么年轻哈，稍微克制一下吧。我听来听去也没什么呀，这都不是不结婚的理由啊。我觉得他没有他说的这么想结婚，所以我来这个节目。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么想结婚的话，那就不要拖着了，这样子。不是，不要拖着是什么意思？是分手吗？还是说你那么着急结婚吗？接着谈谈呗。因为我们谈的时间太久了，我觉得结婚是件需要冲动的事情。像我身边的朋友谈了一段时间，大家感情挺好的，那就直接就结婚领证了，那组成一个家庭了。啊，我们在一起已经这么久了，就是还没有办法就是组成一个家庭，一起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哦，那你有没有给他很大的压力，除了房子之外？有吧，首先就是双方有稳定的那个收入，可能这边对他来说我也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家务方面呢确实是我的短板，但我有请阿姨啊，对吧？但是阿姨你不可能结完婚以后每周都请嘛，我们要结婚的话你至少得学着做一些家务，我也不是说让你天天做，或者说有时候可能我累了我人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做。每次跟他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请阿姨，我可以买洗碗机，我可以买各种电子产品。洗碗机省水啊。但是实话实讲，现在就很简单嘛，就像洗衣服一样，家里有洗衣机，他连按键都不会按。啊。那买完洗碗机他也不会。那所以你的打算是什么呢？我想等他也成熟一点，等我们两个人都能养得起这个家，可以相互照顾这个家庭以后，再谈到结婚这一步。所以对你来说，其实现在不仅仅是经济上面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对你女朋友对就所谓的生活能力你觉得压力也很大，是不是这意思？是的。你是不是在生活里挺压抑自己的？对，特别是最近因为刚换了工作嘛，啊，就是因为觉得可能之前一个行业要一直要喝酒啊或者应酬啊，或者说每天要接触到不同的人就会觉得很累，而且最近的话刚换工作的话就工资收入会低很多，
低多少？是以前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哎呦，那还真是挺那个的哈。对，因为之前换工作也是为了想结婚，想稳定一点啊。但是实话实讲，自己想的太简单了。换完工作以后，因为两个人的生活成本压力太大了。女生，你现在就是迫切结婚是吧？我希望是明年嘛，正好毕业后一年这样。小一年的准备时间行吗？你觉得？目前看来是不行的。不行。所以在你的心里，大概什么时候迎娶她，你觉得是个合适的时间？我认为这东西，结婚这东西筹划到筹备应该就要至少要一年的时间。他人家不就提了一年吗？我说的是一年以后再定。我明白了，就是再定的含义就是可娶可不娶。不是，就是可结可不结。也没有，就是一年之内把事情能解决的全解决掉，包括他不做家务，包括我的工作，包括我们。所以他要解决不掉呢，只能再看了。你看吧，就是可结可不结嘛。所以咱们坦诚的说嘛，现在结婚这种压力，女生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结婚没有她想的那么复杂。不，你直接的回答我，这跟复不复杂没关系。也许这个男生现在最大的坎儿就是没有娶你的钱。我说的是也许啊。可以结啊，为什么不能结？婚礼还要不要？那就结了以后再等嘛，就大家一起努力嘛。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其实我要的不是这些，是吧？我们可以先结完婚以后再来补这些，这行吗？这个我觉得是对他的不负责任。你觉得这是不负责任吗？不是啊。对啊，家里方面可能会觉得既然你结婚了就一定要把酒水一起搬掉。好吧，我再问一个啊，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过去的人生规划当中，你觉得你在什么年龄结婚是比较合适的？想过，27岁左右。你当时描绘的你爱人的样子、媳妇儿的样子吧，是什么样的？我希望找一个品性顾家一点的。他完全不是哦。对，我知道。他既不理性，现在看他也不顾家，他只是愿意宅在家里，是不是？你不害怕一年以后他的冲动没了，不跟你结婚了吗？你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怕。那怎么办？没想过。女生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其实是男生不娶你的一种借口啊？会觉得。然后你觉得一个女人就这么天天闹着让一个男人娶她，你觉得有意思吗？我没有天天闹，我只是觉得感情到了，那既然你也对我做过这样的承诺，那为什么你不去实施这个承诺呢？这不是应该他主动说我要娶你吗？我绷不住了，我得把你娶回家那才行啊。为什么是你说呢？觉得有意思吗？可能没什么意思吧。如果分开，你们双方彼此能接受吗？我来这里初衷就是这样的。如果最后这样子谈下来、调解下来，没有办法结婚，那我们就不再拖着了，就选择分开。所以你是可以接受分手这个结局的，是吗？对。男生呢？我不能。为什么？舍不得他。那就把他娶回家呀。我想娶她，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想娶她。是啊，就做吗？因为可能就是我跟她想的不一样嘛。我相信，可能在女生的心里面，最大的坎儿已经跨过去，就那个房子，对吧？在女生看来，她可能想法就那么简单，那个房子是我最大的坎儿，我已经迈过去了，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男生的想法可能会觉得，你看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困难要去面对，我们不要叫困难，好不好？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结婚条件要去准备。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是不能结婚的。对，所以女生就说了一点，说结婚是需要冲动的。我相信你们在这个折腾的过程当中，女生说的结婚是要冲动，你要特别想想这句话。也就是说，她认为在跟你结婚还有一定的冲动感，这件事情再拖下去、再消耗下去，当她连这点冲动都没有的时候，可能你娶她就更困难了。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今天在台上一个挺尴尬的局面。两个人都说我们的感情好，但是在你们制定的标准面前一检验，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儿，连基本在什么时候结婚你们已经达不成共识了。这个背后到底跟你们当初要房子那次分手有没有关系？
跟男生换工作有没有关系，跟女生的现状有没有关系，跟男生的经济情况有没有关系。所以把这事儿摆在这儿，你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分析啊。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是上海本土人吧？嗯。你大学毕业以后在上海找一份工作应该说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你现在是不是不主动的也不想去找工作？想的，但是想要毕业后过一段时间再去找。这个很显然女生是有一点娇生惯养，那么娇生惯养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去磨练。另外你刚才两次提到结婚是一件冲动的事情，这我并不认同。我认为结婚它恰恰是一件应该理性的事情，而且结婚它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恋爱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感情的事情，但是一到了婚姻那就是感情加家庭加责任的事情了。恋爱的时候它展现的往往是生活最美好的一面，但一到了婚姻它露出的恰恰是我们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女生，这是需要有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的。恕我直言，你现在这样的状况还真不到走进婚姻殿堂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恰恰认为男生有一些思考他是理性的。另外有一点我认为女生说的没错，那就是你的喝酒，喝酒减压它是一种麻痹和欺骗。你在喝醉的时候似乎是减压了，但是你酒醒的时候它的压力依然存在，甚至喝酒它会使你这样的一种激情得到了消磨。所以这一点你要考量。面对生活，我们男人要养活自己，我们要保障家庭，这一点我们没得选。但是我认为暂时性的收入低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说面对这样的压力你不产生动力，没有了这份激情，没有了这份责任，甚至没有了这份挣扎，这才是可怕的。所以我认为女生你应该给她时间，给她空间，也给她平台，不要基于在这样的状况下刚大学毕业就要走进婚姻的殿堂，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就说这一些吧。好，谢谢伯鸿兄。沙大老师，结婚这件事儿就是感情的试金石，你们两个人到底是爱自己更多还是爱对方更多，用这个试金石一试就立马见真情。小张，你说他像洋娃娃一样可爱对吧？对，你喜欢他的可爱。可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我有可爱就够了，但是要结婚不行，你光有可爱不够，我还要一个贤内助。所以就是大家常说的那句话，你既要负责貌美如花，你也要有赚钱养家的本领。但人不是完美的，你不能想着说我在结婚前把你改造成我完美的那个结婚对象然后我再娶你，您不能这么干事儿。如果把她改造成你心中那个完美的能够值得你娶的那个姑娘的时候，你觉得她还嫁你吗？所以在结婚的这个问题上你就会发现光有可爱是不够的，你贪心，所以你要改造。你拧巴的地儿在这儿，什么钱呐、房子啊、压力呀、都是借口。因为压根儿这个人离你想要娶的那个结婚的对象是有差距的。谈恋爱的时候是冲动，因为爱谁都控制不住，但是一旦碰到需要你理智的时候，你马上能够理智的下来，你就会考虑去衡量。也许你也在等待，如果出现一个既能貌美如花又能养家的，你一定娶的就不是他了。那对于小马来说，我问你一个事儿，
你是不是毕业之后想当全职太太？不是。好，你现在其实是在自我感动，因为大学生觉得毕业之后就嫁给自己大学时谈恋爱的那个男生是一件特别牛的事儿。我曾经也这样想，我觉得大学一毕业就结婚，所有人都会羡慕我，我嫁给了爱情。但姑娘，嫁给爱情是要付出代价的。你现在不是想要嫁这个人，你想要嫁结婚这件事儿。你要想明白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爱一个男人的话，你会忍心跟他说这些家务活我都不做，有阿姨啊，洗碗机我不会用，洗衣机我也不会用。你一定会发自内心的想要为这个男人做点什么，你想要当好一个贤内助，这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爱。如果我只想当一个养尊处优的公主的话，那这个男人一定不是你爱的那个人。而且如果你要是抱着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跟他步入婚姻的话，你放心，你们两个人的婚姻的日子长不了。千万不要拿自己的青春去当赌注，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儿，不是只有爱情和冲动就够的，好吗？对自己负责任，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曲总。女孩，你现在混淆爱情和婚姻的概念。你觉得我冲动就可以不顾一切，但是你问问你自己，你现在有结婚的能力吗？结婚的第一个能力就是你的判断力。你现在有判断力吗？就包括如同说，为什么我现在跟你结婚你都不答应，你到底爱我不爱，嘴上说爱，但是为什么不能跟我结婚？不能理解吧？是的，所以你不够了解他，这个人你都不太了解，你的判断力都不足够的话，你要跟一个不了解的人结婚吗？过一辈子吗？你现在还是一个孩子呢，你知道吗？就同如同你选那个婚房的条件之一，要离家里人近一点，因为经常父母可以探望你。你不用去做家务，你说请阿姨就可以，你甚至于不愿意去学洗衣机按那个钮怎么按，应该做什么，因为你就是一个孩子，孩子不可能结婚的，明白吗？孩子更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工作生活的能力一定要提高，因为你要做一个独立的女性，明白吗？你现在不是，谈什么婚论什么嫁呀？别看周围人认识了多少年，认识了一年就结婚了，甚至还有认识半年就结婚很幸福的，但是那不是你。结不结婚的确不以年龄和你们相处时间长短来做一个衡量指标的，一定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结婚，你不具备，所以千万不要去谈婚论嫁，明白吗？会害了你。而男生呢，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不是婚礼，不是这个房子，而是他根本不是你想象当中婚姻里那个女人。你试图花一年的时间去改造，可能吗？不可能。因为你也知道，因为一年之后你也不说要跟他结婚，而是一年之后看能不能改造成你心目中的那个人，如果不能还继续等下去，对吗？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俩这次这个问题问出得很好，结不结婚，不结婚就可以离开，结不结婚，不结婚那我还要在一起，我舍不得你，面对真相吧。你们俩不适合走在一起，走进婚姻。爱情可能是谈一段是可以的，但是通过谈的这段时间认识到我真正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或者男人在一起过一辈子，这是这段爱情给到你们两个人的最好的答案。他不适合你，他也不适合你，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其实男生的要求也没那么高，什么貌美如花、挣钱养家，其实挣钱养家你自己可以的啊。他只要求女生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他老说的是厨房的事儿。你发现你们俩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女生是结也可以，那不结也可以；男生是结也不可以，不结也不可以。所以你们俩才叫到一块儿。女生是真幼稚，男生是假理性。为什么女生说结也可以，不结也可以？为什么反反复复说结婚是一种冲动？她把冲动当成了一种勇敢。你看你们都不敢结，我敢结。而为什么结也可以，不结也可以？基本上对婚姻和事物抱有这种态度的人，是因为他认为在这件事情当中
我不需要付出多少。我既然付出不了多少，这件事情我就不会太重视。所以结也可以，不结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说白了，你就是懒。你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明书你看不懂，你就是懒，你懒得去看。如果你连一个说明书都懒得去看，那你就更别提结婚了，有你后悔的。而对于男生来说，我为什么说他是假理性？事实上，他对对方和对自己并不抱有信心，既不对对方变成熟抱有信心，也不对自己能够引导对方变成熟抱有信心。所以呢，他是既想要别人的貌，又想让别人自我蜕变。那个萧伯纳说了一句话，说的恰恰是你们两个人，说世上无非有两种悲剧，第一种悲剧是踌躇满志，第二种悲剧是万念俱灰。所谓的那种没有任何准备的斗志昂扬，其实是一种盲目的自信和勇气，说的就是你。就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你不知道婚姻将来会遇到的是什么。结婚我能，不就结婚吗？谁不行啊？结果你会死得很惨。而对于他来说，他现在满脑子的都是负能量，他想到的都是结婚之后可能会带来的灾难是什么。你却从来没有对这段可能的婚姻抱有信心，你没有信心说我们俩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互相勉励改变自我，你对这个几乎不抱有信心。所以你们俩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还纠合在一块儿，就是一个盲目的自信和勇气，一个迟疑不决的贪婪。所以今天其实选择权应该是在男生手上，你要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看到你们将来婚姻的希望，你索性就把实话说出来，你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他，我对婚姻也不抱有自信。而对于女生来说，你将来无论结或不结婚，你不能太懒呐。其实我为什么没有用很严厉的语气说你，是因为你在场上每次主持人问到你说做家务的事儿，其实你还是怯怯的，你还是不好意思的，你知道懒不是一种好事情，所以你好像不太好意思说。但是你无论将来你是请得起阿姨还是请不起阿姨，你都不能太懒了。懒的结果不是说你做一些事儿还是不做一些事儿，而是一个人懒他身上的那种气质就让人厌恶。你说一个漂漂亮亮的女生穿得干干净净，在家里面是那样一团乱糟糟的样子，你说那哪叫过日子呀？所以你将来无论是单身还是结婚，请你变得勤快一点，勤快的人给人带来的气质都是不一样的，好吗？就这样吧。好，谢谢涂老师。统一结论是两位现在并不适合结婚，分不分手这件事儿你们回去以后慎重的考虑一下。在我这儿看来，不结婚的理由只有一个，不独立。你也不独立，你也不独立，你们先独立起来然后再谈结婚的事儿。分不分手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啊，适不适合其实你们心里比我们都清楚。接下来就一起进入到真情六十秒。我也已经换工作了，以后酒我能推就推，能不喝就不喝，再不会主动去喝酒然后让你帮我捡这个或者要你照顾我。包括结婚这件事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回去重新盘算一下，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也没有我说的这么难，我们可以好好沟通，没有要到说因为不能马上结婚到分手的那个地步。特别是浪山，谢谢两位啊，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下载金源 APP 和万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金源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回家以后好好想想，好好规划一下生活，然后再说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易贝师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要弄吗？来，这个送给你。回家好好的想想这些事儿啊，捋顺了再结。祝你们生活快乐幸福。来，两位请回，哈，请回，请回，请回。行吧，还是那句话，如果他们今天能够开始人格上能够独立，能够成长起来，他们就会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其实不管是结婚还是分手，只要他们成长了，理性了，我相信对他们来说都是幸福的。来。